款连身裤呢，它就是一个 smart casual 的风格。然后呢，袖子呢，这次我们是做一个比较五分袖的，对，偏长一些。然后它在整体的效果呢，就看起来带点比较 formal 的感觉，然后呢，也是可以很好修饰我们的手臂的。因为我们两个手臂呢是比较粗的，我们近看一点给你们看一下。出名的大的我的手臂是，但是呢它是完全修饰掉哦，你就是看不到我的这个粗壮的手臂出现的。我们这边是有弹性带的，然后它就呈现了一个稍微有一点碰度的那一个袖子，所以你穿起来的时候呢，它的那一个 shape 呢是很美的。是的，然后你们可以看看啊，我们的这一个呢是做那个 gutting 呢比较修饰一点的，你可以看猪猪穿起来那个腰呢是很细的感觉来的哦。我们上身这一边呢是一个四方鱼形设计来的，然后它就是在算是你的事业线的上面一点点，近看一下。对，其实呢它就也是不会走光的，这一个高度来说就是还可以露出你的锁骨啊，把你显瘦的效果加分。然后这一边呢它是非常服帖的，因为我现在是穿 M size 嘛，然后我胸围是30，其实穿起来是 fit 的。那它这一边呢，就算我们这样子俯下身来说呢，它是没有空隙的，就是不会说会走光。然后你们工作啊时候穿呢也是非常的方便，不会说一直去担心要这边拉拉扯扯的那个感觉。对，因为像现在很多公司他们穿的 office wear 呢都可以像穿这种裤型了，我发现我客人他们都说公司都 OK 穿这一种，不一定说要裙子。所以呢宝贝们如果可以啊，这一款呢其实可以列入 office wear 的。那么胸前呢就加了一个稍微是有设计感的，然后它这边呢就是一个折叠的设计，它这边呢就是变成说整体呢不会看起来太单调啊，它的那个折叠的那个皱皱的那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漂亮的。对，然后呢腰间呢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做了一个小性感的设计，其实腰间呢是镂空的哦，但是呢它不会因为那个花的密度呢，花边的密度我们选择是比较密的，所以呢穿起来的效果呢你不会觉得太露的感觉。然后它的花边呢制作的是那个比较硬色的，就是不会说太软色。 对，你可以看看我浅色系的会比较容易看一点，它呢是很密很密的花边来的，然后里面呢我们是没有贴，那花边下面是没有贴里布的。那变成说呢，就是我们坐下来呢，它不会说软软塌塌的，你怕那个肉样子挤出来是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的。它这件整件的面料呢，它是属于花生的，然后它是垂身的，它是不会说太厚重，穿起来它是硬的，你还是觉得是很轻盈的。可是呢，它呈现的是非常纵身垂身的那个感觉。这一个呢是一个西装面料，是一个西装面料来的，但是它是属于比较轻盈的那一种，它就不是很厚很厚重那种。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身上穿起来的效果，它是会垂，然后它是非常直挺的。好，我们下半身呢，我的腰围是30寸半，肚腩35寸半，然后臀围的话39寸。然后穿 M size 的时候呢，它是这边是合身的，如果是再大一点就没有这么建议拿 M size， 因为我们下面呢是主要给它呈现一个稍微扩身的感觉，你穿起来呢有稍微空隙啊，那你活动啊，你穿的时候呢都比较舒服，它不会说整个包住你的感觉。胸围37寸，腰围32寸。肚腩35寸，臀围就38寸，所以呢，我穿 L size 呢是很舒服的。其实这个呢，它是属于比较深的紫红色，我一样穿 M size， 那你们可以收藏起来呢，过年穿。那平时穿的话呢，它的颜色呢也是不会太过的突兀的那一种感觉，因为我们选用这一个呢，不是那种鲜红鲜橙的，我们是属于比较属于暗色系一点的这一个。它不会是那种大红的。这连身裤呢，我们呢一样是有我们的最爱的口袋。口袋呢，其实它里面的那个面料呢也是非常花生的，所以呢你不会担心说呢你放进去的时候会卡着还是什么，你就是非常柔软顺着下的。对，而且呢是整个手掌都可以放进去，就是等于我们的电话都是没问题的。然后那个 pocket 的那个高度啊，我们都做的是刚刚好的，就是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所以我们插进去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说它不会卡着我们的那个手的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背后的设计啊，背后来说呢，它就是整体这边中间呢是拉链位置来的，然后呢刚刚我们所说的花边呢，它都是延续到后面腰的，不会只是到一半就断开的感觉。
然后呢，一样，你看我们的腰身呢都会侧上腰枕，所以呢就是会显得比较 S 字型一点点。这件连身裤呢是我们的 Fight 的一个 Go Series， Go 系列呢主打呢在面料上啊会来得更加的 premium， 然后我们在侧工剪裁上面呢会来得更精致，会更加讲究，所以呢你穿的时候呢会很明显的 feel 到的不一样。是的，尤其是它的面料呢，宝贝们们一拿上手呢，你就会爱死它了。然后呢，它的面料来说呢，其实我们基本烫过一次过后了，如果你是手洗的话呢，普通晾干来说呢，它是不太会皱的。那在熨烫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节省了很多时间。是的，然后这种简约的设计呢，也是不过时的。你收藏了呢，很多场合来说呢，都是很适合穿的。这件连身裤呢，我们有三个颜色，就是天意的橙色、我的红色，然后还有该我穿的那个深青色。对，然后这个系列来说呢，它是比较暗色一些的，但穿起来呢不会显黑，就是还是有亮肤色的那一个感觉。然后我们一样是有六个尺寸 ，S、M、L、XL、Double 跟 Triple。我身上穿的是 M， 穿的是 L size。对。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想询问尺寸，都可以到 Facebook 找我们的客服。然后如果说你们想要看尺寸表啊，还是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或者是你们想要直接试干定的，都可以来我们的门市哦。我们门市是在芙蓉，然后电话是0676123535。现在呢，每天都是10点开到晚上7点，没有休息的。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记得把我们 like 跟 share 哦。谢谢你们，下次见。